像台湾以前有一个在家里动去世，他得到癌症，他到印度去找一个上师帮他加持。这上师说，他入定观察说，我可以让你的癌症好，但是你来生还要得一次癌症。因为他不能把业消掉啊，他把你的业怎么样，那个 schedule 把它往后延了嘛，看你要不要嘛。所以他还讲真话了。后来这个台湾女就是他选择还是算了，今生受了就算了，他就不会来。